家好，我是王菲菲，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勇敢做自己的你，我希望从你的眼睛里看到态度，对梦想的态度，自己的态度。队长你太炸眼了，龙红浩眼神动作表情一气呵成，太爆炸。那林雨呢？他不演啊，我也不演了，太紧张，我也不演。你要克服紧张，因为你这样我也好紧张。你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吗？你办完那个衣服之后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嘛。你整个舞蹈你完全不在状态里，你太顾及这个球了，你是你没有东西，你的动作你的表情没有做到位，你一直在抢拍，好赶好抢好齐，好赶好抢好齐。你们整个舞蹈下来差了那么一点，却差了那么一点，没有吸引到我们。态度是最重要的，好吗？